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初见红林。刚刚买的菜回来，买了一点龙虾、牛肉，还有那个鱼。我妈妈弄好了鸡，这里还在杀一只、两只鸡。今天我和我老公，我们一家还有楼楼一家都会来，还有初训员的居民都在我妈妈这里烧饭吃。开始干。我打我腿，打我腿。在大眼中，吃饱自己骄傲。妈，今天弄龙虾吃啊？对，今天弄个龙虾，还有那个牛肉，都是买的你们喜欢吃的菜。刚才还有鸡鸭，还有猪脚。叔叔怎么还没来？你叔叔要12点钟等你婶婶下班，然后再带他们一起过来。罗旭他们会不会来？会，都会来的。哦。弄干净点。等一下用刷子刷，我先把这个先拔掉再刷。所以我不敢买多了呀，买多了怕我一个人弄不来，是吧？所以我就买了3斤多一点。对对对，毛钱下不得。是不是？什么人？感谢用户。1点多。哎，我拉下去啊，这个人多。今天人多哈，10多个人呢、啊。上面下雨，去下面我爸爸的老房子那里吃饭，拿圆桌。炒了个豆腐，还有一个鱼，龙虾弄好了。啊、快点快点，我来接，要不要？要不要我来接？啊，我要！快点快点快点！我的鞋子有沙了。还要背呀、啊？啊？走，我烧好了饭。他们好像不是下去了吗？你们没看到他的车吗？哎、下去了。去哪里去了？去我路广去了。他们吃了饭？没有。他说一下子就来。好，这个好，今天来的灯光。可以灯过去了吗？可以。你叫我妈，爸，怎么样？今天的菜啊？好，就怕你来没吃哦。是明的还是直接蘸着吃？蘸着吃。来，过来，过两下，你顶一下，我顶不住。要拿盘子，拿个盘子。不吃，吃了。拿东西。你吃的挺好的哈，一来就给东西给你吃。我自己吃我没关系哈，别人吃我都不敢吃。对，刚才是你给我吃的饼还是果冻给我吃的？是老远给我，然后我再给你。你怎么也能吃不完？上次那个。把它拧起来。开那个红酒，上次开断的，现在拔出来。这个是我外甥，这个是我小儿子，两个都看看你们两个谁高呀？看一下，我高。哦，体重要高。我高。我高。看到我再来一个高。那种轻松快点来哟！说了不要你们去，你们偏不信。我不知道买什么，就买条烟给阿叔车算了。是啊。再走，我爸爸有烟车，你让我爸爸说了戒烟。我不管他了，我不知道
要买什么？快上来，快上来！东西很多，大家逛了一大天，也不知道那乱七八糟，搞不清。怎么了？还有谁？来，真的不要记这样子，跟你跟别人说了。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快点！我爸在房间里面。不知道买什么，不用买哦，买了干嘛？没事的。都让他自己长个了哈。那吃饭，吃饭，吃饭，吃饭了。你还记得阿姨吗？记得。大哥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吃饭。多菜。好热闹。来吃哈，就是我们这个辣的菜，这个习惯吧。习惯，就习惯。这个菜就是我们那里有的。不说话呗，说话呀。是喂鸡，20多斤不到骨的。人家要喂30斤，他说拎不起，拿20斤去。我也不知道到底多少。今天跟我老公一起去喂鸡，他们在上面直播唱歌，今天让他们休假一天。现在都改成琵琶树了。以前这里有什么呀？这里原来有个大麻梨的树，好大。谁家的？我大爷爷家的。穿个拖鞋，不家里有雨鞋吗？弄的那裤子上全部是泥巴。这爬山又要砍一下这个路了，肯定这个路啊就没路走。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大哥。今天过节也做事呗。你今天啥子灯啊？你今天的灯过节不对。嗯。啥子灯好像冒泡的，跟弄晕车哈。我骗你了。哎，这碳牛现在有买海吗？碳牛是有，应该还有多个掉。你那个人都30岁的，还超挺的。今晚吃点我这是1000多斤秒。1000多斤秒啊？坐在亭子里面，不是你一家，我里边，我这我做小弄不到好的。咱现在，因为我昨天是穿一身最好，因为是老一做官了。哎，现在全部跑在沙中啊？你做30岁的全部沙中，就走到一地路去。你爱干什么就做这个。但是这地方草特别多哈，对吧？沿着又坑不是我这个毛坑子的，沿山根啊就压一刀，就压一刀那种红，但是并没有搞出来，他当年还得吃点红油压一刀。啊，够了呗。1000斤是多么人民吃过五百多斤，家看的吃过，他前面比较苦，有那么五百。啊，一个腰是兄弟还是？哎。他是他草恰啥的窝？哦，咋的这三环这就点子那有的长呢，原来这是田，那个也没有树，现在一棵树长起来了，隔了几年没来到处都长的是树。那我们去年这个路修的多好啊，你现在全部是草，我们自己长植被是很厉害的，所以不存在水土流失，流失不了。哦，这是大黄牛，谁家的？
很累啊。撒一点在地上，撒一点就吃的更多一点。撒点在外面，外面鸡不准梗进来。